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周深反身代词定档了，以反面窥探天地，寻深处无限自我。很有个性的宣传语，很周深。祝第二张全新个人专辑反身代词大卖，祝周深2024全国巡演大卖。周深二专和巡演的海报真让人赏心悦目，高级感扑面而来。这一系列海报很有腔调，喜大普奔。周深全新专辑反身代词5月19日零点数专上线，518梅奔首场全球首唱，519发布当天梅奔两场连开新专辑大合唱安排。我们的国民歌手周深不愧是璀璨冒险人，顶级 vocal 注定一路璀璨。周深的音乐总是能触动人心，他的反身代词更是如此。这张专辑将带我们深入他内心世界的深处，探索他的无限自我。这个宣传语充满了周深的独特个性，完美的诠释了他音乐的精髓。让我们共同期待周深的第二张全新个人专辑反身代词的发布，以及他的全国巡演。周深第二张个人专辑的封面设计更是令人眼前一亮，高级感十足。这张专辑和巡演的海报都充满了腔调，让人不禁想一窥究竟。周深的新专辑反身代词将于5月19日零点数专上线，同时他在5月18日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全球首唱。在专辑发布当天，他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连续举办两场新专辑大合唱活动。我们的国民歌手周深，他的音乐才华和魅力无可匹敌，他注定会继续在音乐道路上璀璨发光，为我们带来更多动人的音乐作品。周深的音乐一直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情感共鸣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反身代词更是充满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人生的独特见解。这张专辑不仅展示了周深对音乐的深度理解和独特见解，也体现了他的个人成长和艺术追求。周深的全国巡演更是备受期待，他将以全新的歌曲和演出形式与粉丝们共度难忘的音乐盛宴。他的音乐和表演总是让人感到震撼和感动，相信这次的巡演也会给观众带来同样的体验。让我们一起期待周深的音乐之旅，感受他的音乐魅力。反身代词，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深的内心深处，探索他的无限自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